選手入場お願いします。運動員進場。首先呢，进场的单位是由我们脑骨功高的裁判先生，他们呢个个都具备国际裁判的资格以及能力。裁判长呢是由我们李明秤先生所担当，我们呢也聘请了台湾各地的裁判来担任。非常感谢裁判先生他们辛苦的付出，我们呢也请裁判先生就前面的裁判席，请他们就坐休息，非常感谢他们。现在进场的是日本调布 A 队，由安罗刚一树先生总教练所带领，教练由安罗刚直树先生所担任。好，紧接着呢要进场的队伍是日本调布队 B， 他们今年来了两队啊。那教练呢是由冈胜二先生以及铃木一宏先生所担任，非常欢迎他们的到来。现在进场的是日本西东京队，由北村宽先生所带领，教练由渡边弘毅先生、深川博纪先生所担任。接下来呢，进场的队伍是宜兰县的三星国中，三星国中的领队是由林显忠校长所带领，教练呢由游义信先生、蔡敏豪先生以及林伯奇先生三位教练所担任。现在进场的是台北市阳明国中队，领队由洪金英校长所带领，教练由李杜宏先生、李聪志先生及罗启章先生所担任。接下来进场的单位是台北市重庆国中，重庆国中的领队是由薛仲平校长所带领，教练由刘明光先生、李清堂先生以及夏龙正先生三位教练所担任。现在进场的是台北市长安国中队，领队由周婉琪校长所带领，教练由陈义松先生、郑凯宁先生所担任。接下来要进场的队伍是新北市的新泰国中。好，新泰国中，等一下队伍还没到。接着进场的是桃园市新民国中队，领队由詹昭丽校长所带领，教练由黄伟志先生、罗建明先生及郑景凡先生所担任。接下来进场的单位是桃园市的龟山国中，龟山国中的领队是由徐小玲校长所担任，教练由吴建南先生、郑友忠先生、苏佑生先生三位教练所担任。现在进场的是台中市中山国中队，领队由张梅凤校长所带领，教练由蓝文泉先生、柯良忠先生及林永生先生所担任。接下来进场的单位是台中市丰阳国中，丰阳国中的领队是由邓思勋校长所带领，教练由萧兆忠先生、张威胜先生、朱正胜先生三位教练所担任。现在进场的是台中市北市国中队，校长领队由杜进成校长所带领，教练由宋志仁先生、林聪纯先生及傅达兴先生所担任。紧接着进场的是彰化县永靖国中，永靖国中的领队是由罗明新校长所带领，教练呢由林鼎瑞先生、蔡家伟先生、张玉耀先生三位教练所担任。现在进场的是南投县中兴国中队，领队由李之桃校长所带领，教练由许元清先生、林佳明先生及陈定佑先生所担任。接下来进场的单位是嘉义县民和国中，民和国中的领队是由陈冠霖校长所带领，教练由徐宏任先生、萧景元先生、许黄如先生三位教练所担任。现在进场的是澎湖县马公国中队，领队由叶天赏校长担任，教练由黄义雄先生、蔡国荣先生及吴俊
俊威先生所担任。接下来进场的单位是高。